小白，小白，你就别穿这件衣服了，穿这件吧。出去。这可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做的，你穿这件去诗会肯定好看。快出去。凤鸣山庄上上下下都找，看来心法只能在小白身上了。哎，春花姑娘，你干嘛？要么你就别穿，要么你就穿我这件。你站住！放下吧。早说嘛。你站在这儿干嘛？我等你起来试衣服啊，快点。春花姑娘，你过来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叶星主办事怎么如此粗心大意？是属下失职，没把客栈安顿好。这是我妹妹第一次走出凤鸣山庄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确保她的安全。就连小二和跑堂的，也要特别懂事才行。属下已将客栈的人全数换过，留了一个机灵点的月仆做跑堂，多余的人已经带了回去。店小二选了几个不会武功的新仆，以免露出破绽。掌柜呢？还在等候尊主发落。留着，突然换个掌柜太引人注目。先起了吧。是。其实尊主本可以不必亲自前来，请君入瓮之事交给属下办就好了。怎么，本尊还不能来凑凑热闹？你担心本尊？尊主武艺高强，属下望尘莫及。天天待在那千月洞里，这江湖上的纷争发展成什么样，本尊怎么知道？叶岩，你也该多出去走走，见见世面。现在外面都说我们千月洞是由一群丑八怪把持着，咱们也该找找机会，洗脱一下污名才是。是。